咗就冇咗，你唔可以買得翻。損失啲買唔翻嘅嘢咯。嚇！好多啲外邊去 convention 啊，或者去外邊人哋俾啲，我都未睇翻我啲獎。難怪有魔法紅金寶之稱嘅 Albert 咁傷心嘅。一場無情火將佢間魔法道場燒到渣都冇啊！即係啲獎狀嗰啲獎啊、相片啊、海報嘅收藏啊，嗯哼，海報冇曬咯，嗯哼，即係啲過咗身嘅錢款。尋日朝八點幾，佢喺長沙灣永明街開咗三年嘅魔法學校突然起火，消防嚟到疏散大廈裡面五十幾人，用咗45分鐘將火救熄。好彩冇人受伤。在北京做完评判前日先回来的他收到业主通知即刻赶去看看。他的地点在那个角落头那里，那个角落头其实没东西的。插梳有个雪柜。哦，即是插梳雪柜。是啊。即是怀疑雪柜会不会漏电。是啊。是啊，在那里着了。有些在箱里面，好像这些里面应该就没事了。因為數據貴，我都是用啲幾好嘅廢機上裝置啊，咁嗰啲咪冇事咯。Albert 又話：燒咗嘅魔術道具加埋損失近成50萬噶。廿幾年前佢喺青衣個倉都發生過火警，而家佢擔心要揾地方俾學生上堂，自己接嘅 show 都可能受影響。身為香港魔術家協會會長嘅佢，是唯一一个亚洲魔术师拎到英国魔术圈银星会员资格，早前做埋 TVB 魔法擂台的评判而出晒名。